你安怎？给你走。小茹啊，把比咖啡搬来啊。好。好。 哎呀，草根去啉嘛！哎呀，草根的解决合夫哦，海南英夫啊，俺总唔记得俺还有个转都不开，因为方创啊，听我拉通咯，将我炸开样的啊。莫讲嘞，你自家要好啉。王经理，你还期望个资料请看一下？哦，我等下等看。王经理，草根有事都追追吼。哎，你也莫笑我哎咩？俺们上场米林中央。 你讲话真系无时间啊！无时间啊，系真巧，随时随地做游行嘛，就做了周运通啊。像安尼哦，但像用高嘅，像个大盘嘅总共身材，唔系可能限做呢。不过啊，发育工作呢，像安尼苦痛嘅身体哦，最容易就会抗议嘅。唉，唔会啦，我身体无乜嘅太问题啊。不过，上司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跳那天跳那通，啊，赶紧搞搞搞嘞！俺屋头虽然老高，哎，也着做一下现代人才有个毛病啊，动真爽啊！太君，你着真冲把高血压动伤嘞！高血压？哎，莫喊哎啦！高血压比老人家长有个毛病哎！哎，赶紧去唔错咯！我还有见种个现代人，都有可能有机会搞上高血压个坏朋友，而且呢，一旦搞上了还跳唔跳嘞？ 嘿，王爷啊，普通的饮食习惯和生活形态，我用给随时随地给看的呢。大家好，来健康侦探哈佛猫。因为为你介绍高血压的危险名字，还有讲你系五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六十五岁以上的女性，查出当中呢，有你得过高血压或者心血管的疾病，有时验的血管、体重的过重、胆固醇过高呢，还是酒。 而且开我咪从个东西，马哥，全部有哦。哎呀，赶紧当危险咯！喂，你好，我是陈怡君。嘿，马哥啊，好好，我俩马上过去，怎么？哎，你到底做马哥呀？ 那个苏总啊，苏叔阿爸。啊，经理，你老杨是阿爸。哦，苏叔爷老苏总爷系用来判别血压、判别症状、来高血压分期嘅手册。太君，你先坐一下，歇困一下，我等下让量下，你就点个血压测，有冇偏高咯？好，来。基本上呢，肾炎血压呢，其实系分为正常血压、高血压前期、天气嘅高血压、天气高血压两个思维。 也以证明血压测来判断的，高血压前期呢，是血压测可以正常血压和高血压之间。也像苏叔阿爸，120多、130多毫米汞柱，或者系苏总阿爸，80多、90毫米汞柱。电脑来讲呢，就会代表血压测已经多了黄疸、金色集团。那么好好控制的话呢，有可能转变成红疸集团的高血压哦。高血压前期虽然无太多发病的集团，也唔是适用的。 我经常呢，要针对饮食还有生活形态来做改善。
无买翻的，伊可能变成高血压患者哦。麦克叔叔啊，已经超过了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迄90毫米汞柱以上，血压出来也就太多了 TQ 以上，也就会啊得到高血压嘞。我赶紧到医院去询问医生哦。经理，我家公表老送医院去救嘞，我老公也都太溜出差啊，我今晚我家家公医院。啊，又发生那种事情了，好，赶紧是在去，你们该听说的，在打听发生公司啊。嗯，什么经理？米婷啊，以前去家公身体没很好嘿，你我突然病落去呐。我想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吧。高血压容易引发心脏衰竭、痛脉硬化、病落去、心脏衰竭、失眠、麻痹偏偏、周边血管阻塞等并发症。严重的话呢，会有生命的危险哦。从以前的家公那种年纪，一旦高血压并发症发生的时候，还多危险的哦。不过，听讲高血压有分多种诶。高血压有分为原发性、老朽发性两种。90%以上的高血压是原发性的。大家好，我是民众健康八卦的发声医师。90%以上的高血压是原发性，原因不明。不过呢，老遗传还有生活形态与动态的关系。老发性的高血压，老肾脏病、肾上腺肿瘤、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等疾病有关。你讲老爷的因素排除，高血压最有可能抗复哦。哎，未安复查，我真唔想点乜嘅高血压并发咧，冇吓人咧，咩都系头拿通诶。哎，冇讲冇讲诶，还有当时小莫喊咧。哎，各位同事啊，吃饭喽！阿老娘啊，买了两个便当啊，嘿嘿，今日排骨饭啊，快点当好吃喽！就是了，那无妈 VQ 是唔落了。真是没事的，头脑痛的要命。啊，长多的啦，不过还那个细心呐，还个还无衰好，赶紧动员。吉尼啊，你多少细心，让去休息啊。哎，没有。哎，那个菜还蒙蒙的哦。唔讲啊，那系难唔讲。你的身体当觉个唔舒爽，有可能系高血压嘅征兆，你还要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好。唔使讲哦，那就真系是唔落去啦。再多讲哦，你那个老外哦，三餐总会在外，假使讲你最近有高血压，你下个世界哦就冇去嘅咯。哦，今年啊，点样办讲啊？高血压嘅人啊，在饮食当中要特别注意，从我不买嘅饭包，唔要添咸，缺添油。你看，你该炸排骨、老鱼香茄子，有的没光添咸，就添辣，做起来唔起别个哦。哎，你好爱咩？一件买嘅。工作，我血压嘅患者应该减少辣盐嘅摄取量，同时要避免摄取过度含有高油脂还有高胆固醇嘅食品，也要对降低血压做些重要嘅因素哦。哎，经理，跟医师讲。哎，你那个老外啊，都注意高血压不咯？冇错，预防高血压的饮食，就以均衡饮食，包括三少两多的原则。也是为三少，就会是调味品，就会辅助调油、秘书药，少加工食品，就会火腿、泡菜、罐头的食品，少油脂，就会沙拉油、奶油等。你多呢，就会果香味，就会糙米、燕麦。嘿你有个哦好了呢我都是抢出水果哦当初有个哦我记得哦。哎过马个事吧你要做我们的事给我做我们的事你人生还有没有乐趣啊错啊我先你看应该做我做平凡饮食的原则特别要注意做事的方法比如说饭包特别多的炸鸡肉烤肉卤肉有机质的蔬菜，还有加工冷冻食品当中的香罐头、泡菜、腊肉、腊肠，还有各式的火锅的料理，也都对含油分盐分较高的食物尽量莫食忌。另外，一般民众对我们吃东西的时间，接受我忽略到蔬菜、水果，也是外省人口爱注意的地方。故说呢，一年对我们吃东西的话，爱多吃些蔬菜类的东西。还有讲讲，我记得一天要多吃水果，
还有得现切牛肉的部分，而你啊，建议是以烹肉其他的凤肉，烹肉像是牛肉、鸡肉，还有啊，像凤肉有了的牛啦、羊啊、猪肉，而你一般来讲呢，用烹肉的其他凤肉会较好一些。因为有关于两个温料的问题，也就讲调味品。一般来讲，安尼建议民众较少使用，安样呢盐分咪咪受到强度，底下阿个控制咪会较好一些。不是设计，我老公寂寞又紧吧？王太健先生。73岁，高血压并发病脑筋，必须要出院治疗，长期复健。因为派发技术工作内，你从先辈需要帮您照料。无限有症状的现代人，都有可能会告诉高血压的坏朋友的，而且呢，一定告诉我，还跳唔跳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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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事，哦，没事，没事，哦，安定点，哦，高血压安定点，啊，阿公哦，来一趟米林的，你检查检查，看下运行啊。吴先生啊，看见血压呢，你基本上呢还有高血压的哦，啊，建议呢尽量呢莫熬夜哈，哎，尽量舒解压力，哎，天气的呢来量血压，而且呢进行持续而且长期的门诊的追踪，在运动方面呢。那一个正经模式解决法呢？你作为现在的办公室头做单位，还简单的伸展操啦，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呢，慢慢加强运动的深度啦，还有强度哦。好，你再没有出去下啦，一下就变高了呀。那我有韩国中央委啊，建议你啊，积极研究啊。那保健老师就啊，也影响血压升高呀，危险的因素之一啦。还有啊，你记得减皮哦。哎，你去楼台上来呀？哦，对啊，因为以前讲，俺是懂得运动，在这里控制哪个去冇简单咯，终于系面对高血压咯。嘿嘿，给听出爱啦。哎，唔想安尼当后生吼，做安木怪做车吼，太少偏食金咪。阿叔来。你好，我是爷爷，我是舅，看起来精神都好呢。哼，错噶，唔是因此哦，轻松到嘞。已经。很给你了啦，你跟他讲一下好吗？好多嘞，怎么给你关心？不过医生讲，以后加点福建来慢慢恢复。海内啊，先待一段时间。跟俺老公聊聊你，做个强太了，工作来嘞。唉，不看有人不骗，我不看人都天天来担心，什么普条都打乱他。是啊，身体健康哦，真是当重要诶。故说按照正经二三胎自家身体。姜米林啊，还真有快点整呢。好啊。你哪讲清楚啊？你到底要办事情的啊？哎，你昨天快片没讲，今天三点前送我汉服给片的，你都没买东西啊？我很多天抢来做嘛个呀？唔讲话做么事情啊？算了，吹，这样了。那好好思考两个屁来啊！面骂个呀！你等等啊！昨尾了汉服刚好三点前送到的，结果迟嘞，伊喊娘老人家交代啊，
欠死的啦。嘿，问记得人有高下无？错错，莫欠莫欠。高下的管子做应该天气适约的，做唔得七家停约的，一干白约约以外，还保持心情的欢喜还有平静，避免情绪过度的紧张。在高阿爸工作的上班处，要控制情绪，平静的去面对阿爸当然。他们聊下，既然了解自家情况，就更加应该做好情绪管理啊！哎，米丁啊，后天提醒啊，一个办公室咯，已经拉高压的，我说他无应该在时间行较大的压力。算啦，来来来，来讲几招啊，你放松等一下哦。好，好啊。运动做来帮出空啊！那条伸展操在生理时候全部做来做哦，某六个小满足啊，喜欢天天太久的运动啊。首先呢，是最容易感到酸痛的肩颈的伸展操，双手呢不用在咱头来后摆，感觉呢肩部的肌肉本来开来，记得停留15到30秒哦。唔单向前后，左右呢要挺同，面呢朝向正前方，个头拿呢慢慢的啊向左手偏来倾。不过呢，左边的肩头呢，唔好天天提起来哦。我感觉肩部的肌肉本来开了，停留15到30秒，再来换边。第三步，右手平举向左肩，左手托右手舒展而来向膝盖，感觉手臂的肌肉分板开来，而停留15到30秒。完成之后呢，再来弯手来做。第四步。右手向上转过头，用左手呢来捏捏左手的手掌，左手强来，哎，莫太用力了，身体也莫太难玩，我感觉手臂的肌肉啊不放开了，该停留呢15到30秒，半年之后呢再弯手来做。第五步，双手呢蠢车在背后呢来合掌，掌心来向内。手慢慢地向上提，一天向手下眼，感觉肌肉分放开来，一天留15到30秒。背囊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双脚张开来，然后肩头同发，膝头呢按板，双手的手指呢交叉呢纯粹向前推，背囊呢要弓起来，感觉背囊的肌肉分放开来，一天留15到30秒。我站起来的手，那个体质伸展，双脚打开来了，肩头同发，手呢向头那伸，身体慢慢的向那一边的伸展，感觉体质的肌肉分放开来，而停15到30秒，再来换边。是困难，让苏黑妹做了两秒多脚掌，让你认为就好哦，莫太勉强哦。我感觉啊，你后腿的肌肉又分放开来哦。将呢，我将弓箭步的姿势，身体呢保持正侧，双手呢插腰，注意哦，你前脚膝头呢莫超过脚掌，感觉呢，你小脚臂的肌肉分放开来。左手帮左脚脚掌，右手呢保持平衡，左脚的膝头呢要向下摆，莫向旁边翘起来哦。我感觉肌肉分放开来，停留15到30秒。哎，两条简单的伸展操，都会在办公室做来做的，因为高血压啦，其实系做来一强上的啊。你的公司哦，上半年哦，业绩成长当多。故说董事会决定，我将部分的利润哦，用到员工的福利蛋糕。故说，我做买下的协议，因为哦，过去啊，现在的用到高度的上班族哦，威胁最大一个看不到的实数。故说，他个平常爱好注重日常生活的保健，最好做了接上两协议。在测量协议之前，先点点的坐垫休息5分钟以上，还有抗议30分钟无激烈的运动。保健也是有改变的生物，也是 IP 的，有分作水银式、电子手臂式、
还有电子手腕式三种，也是市面上最接宽度的。水银式的准靠性较高，也电子式的后出呢做较方便带。利用起阿贝时间，我坐到靠边的电力蛋糕，留个树皮撩出来，留心窗位置向高的地方来测血压。记得量起压三十分钟前做唔得保健，也是有加冰的食物。遐机个充气囊，我款了双臂，我已经80%以上。遐无应该要换较大个充气囊。先将压脉带固定好，听诊器放到手肘前窝内侧动脉的位置。但许多谈唔到脉搏，然后再加压30毫米汞柱，然后开始放气。脉搏体上出现的时间是收缩压，脉搏上收缩的时间是舒张压。多次吐气血压值的时间，两摆测量的时间间隔应该大于2到3分钟。气压的平均值。你讲前两摆所测的血压值相差大于5毫米汞柱，就应该再测量第三摆。阿娘，你有滴吗？伊哩，你听着这个血压计用个蛮用啊？哦，电子式的血压计当然还简单啊。做到树皮蛋糕固定好压脉带，再轻下加压开关就 OK。血压计要记得听起个校正，按用掌握量会准哦。我血压计呢爱不同算命，睡眠时间呢量个是最准的，个树皮时间呢也就天意，舒缓时间是体质最适最好带的。哎，阿英得去做好啦。阿阿妹去，阿阿遐做唔得点啊？好 ，OK， 排谢哦，下礼拜再讲哈。好，好了，谢谢。啊，来爷爷你啦，什么啊？讲。哦。咦，我家有糖唔错，吉利，唔见见切听你整片最灵快嘅发片油哦。研究我没买嘅好东西，不上身，还系莫命较好。阿姑娘，自从来检查出有高血压以后，就注意点阿个生活。唔但请我来天时测量血压无，还爱去个人门诊去进行个个人计划。没叫他你听运动给吧，姑娘一下当然就亲身煮饭不敢吃。你看，我超级阿公斤嘞，精神哦，没好当多哦。啊，真给恭喜你了。哎，阿妹。嗯。喂，哎，小婷，好，好，那妈妈讲好，爸爸等下就做你吃饭哦，好，嗯，好，好，拜拜。哇，好爸爸这么卡是压喽。然后讲哦，因为高血压吼，还有一个意外的事发啦，做个底哦，马上张开正经的眼神。哎，娘哎，你要加管下好不好？嗯，好多嘞，正经，好多嘞。高血压好个办，无形杀数高血压，降起起来年年强。唔讲外来人唔讲，防止血压有方法，全面规律来运通。云粉大纳新主张，不饮食酒唔莫名，强送吃菜过神法，远离色素唔是强，皮肤血压有一拖啊，有一拖。